了前两天啊，阮咧唔吃狗不死鬼的，讲放许我看啦。啊，头先咱甲伊看，都看到咧歹势歹势咧，不过愈看咧愈趣味咧。啊，是看啥啦？啊，都黄黄黄黄的。哎呦，你看嘿！妹妹也不是我爱讲你咧，我感觉你伤成红啊啦。啊，都为结婚到今嘛，还无啥物代志让伊欢喜的啊。啊，无倒是要欢喜啥货？看又欢喜。过两天啊，来我遐吼，我放一日本的，你看。什么日本的？啊，就前两天啊，阮咧唔吃狗不死鬼的，讲放许我看啦。啊，头先咱甲伊看，都看到咧歹势歹势咧，不过愈看咧愈趣味咧。啊，是看啥啦？啊，都黄黄黄黄的。哎呦，你看嘿，我听到啊都要往暗暝死。啊，但是要暝啥暝？哎，看愈看愈有趣味咧，黄黄。嗯，多谢你啊！你三八的你，好好好，我来，来固定，固定的，坐你边上，边上，坐你这，我来啊。副总，你的咖啡。哦。Cindy， 你男朋友昨天不是去面试吗？他那个薪水怎么样？重点是有没有缺的。我男朋友以前在科学园区上班，本薪加奖金加红利，每个月也有112万。你知道我昨天陪他去面试什么工作吗？清洁队的队员哎，又扛着沙包在那边跑来跑去。他跑到一半就跌倒啊！不是有一句话说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对啊，他也很努力啊，他就爬起来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终点，跑完了才发现他跑错方向。哦，我听起来淡薄惨呢。最惨的还不是这个，我们就要订婚了，这个礼拜我们爸妈还要见面吃饭，到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哎。见面吃饭这种事最麻烦，我星期六就要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所以你的心情我感同身受。我们两个想到没办法，想说干脆分手算了，可是心里面是舍不得，所以我们去找人算塔罗牌。副总，你知道吗？很传奇的事情这个时候就发生了。是不是？我男朋友他喜欢上塔罗牌了，所以他决定要去学。以后他就是有科技新贵光环的塔罗牌老师，怎么样？很传奇吧？哎，听起来很传奇呢。啊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塔罗牌在哪里买？你为什么这么认真在做一件无聊的事啊？美女。赶快帮我想一个响亮的名字，这里面有包含三高，要学历高、薪水高、准度高的塔罗牌老师。要不要再加一个血压高？你要帮人家算命，是不是在开玩笑啊？你既不会骗人，也不会安慰人，你怎么帮人家算命？什么意思啦？好的算命的呢？会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安慰你的心情，坏的算命的会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趁火打劫，要你什么改运补运改风水，你会哪样？可是我刚刚就按照上面算的还蛮准的啊，你过来让我算一下啦。我才不要。我爸说穷人跟没饭吃的不用算命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明天就是要找饭吃，就是要赚钱。哎，你第一次跟我说你爸的事呢？他怎么样的一个人？他就音乐老师啊，已经退休了。当我爸干嘛？
谈你啦。你要是感觉算命有的没的，我就跟你分手。就好玩嘛，气什么？啊，我上次要你帮我拿的东西照片呢？放在柜子里啊。我跟你家人又不熟，不可以、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星期五要回家，你要不要跟我回去？跟你回家，我又没有说要嫁给你。算一下我跟 Maggie 的爱情有没有未来？